指令，警察别动，否则是要举械。警察别动，否则是要举械。警察别动，否则是要举械。警察别动，否则是要武器。我叫向海燕，我是警务实战兼职教官，我当过特警，现在也在派出所工作，我参与指挥还有抓捕了上百号人。站住！抓捕的一些经历给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我把警务实战学到的一些内容更加的透彻的，或者是更贯彻到我的整个抓捕行动或者整个指挥行动当中。我们在选拔教官的时候，实际上他对男教官和女教官的要求是一样的，他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考核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哎呀，一个女的搞这个干什么啊，这个所以要承担的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承受的这些非议的话可能会不同。我们去做的先进行一个什么口头控制是吧？警察不要动，下车。我们跟民警学员来说，既是教官学员关系，又是同事，是战友，我们要一起战斗。我一直认为警务实战教官就是民警生命安全的工程师。我叫杜某，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成为教官，我觉得自身的一些责任可能会更加重要。我在交警支队的一些工作可能和我们现在普通的一些民警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但是自从我加入了警务实战教官工作以后，现在我的工作情况和我的以往完全是两种情形。给你感受一下我的左手的握力，就是我一般这边是对，你看枪就会更稳。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就是作为你一个教学老师来说，怎么能够让教学的内容与他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另外的话找到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和他们交流。那么通过这种教学学习，不管是我的兼职教官的一个经历也好，对于我自身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边我叫李晨超，来自曲靖市公安局嘉义分局巡逻特警大队。这边哦，非常棒，很好。注意，姿势不要发生变化。作为一名特警队员，我面对过危险，也曾经受过伤，我更愿意去做一名警务实战教官，然后把自己所会的、所经历过的东西交给更多的民警，让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减少这些伤亡。我教过的民警通过这样一个学习的平台，最后又成为了教官，这是我觉得内心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我的老师曾经和我讲过，警务实战就是当一个警察在执法现场当中能够真正获得的保命的基本方法。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师，有的教会了你一项爱好，有的教会了你求职的技能，而警务实战教官是教会了你在所有的执法办案过程中如何有效安全地生存下去。谢谢大家。我是车涛，来自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现在是一名网络警察。我们警察包括你们辅警，我们都是依法办事，这个法。我从事网安工作更多的是跟电子产品打交道，它是用数据来说话，但是如果来从事教学工作的话，我就要根据不同的授信对象来对我的课程进行调整。我父亲也是老师，教师确实挺不容易的，教授我技能的这些警务实战教官，他们就是带我入门的老师，他们当时对我们的近乎苛刻的要求其实是对我们技能的锤炼。其实每一次执法它都存在风险，我就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例子来跟战友进行交流，让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保护自己。我叫宋晨曦，现在是云南警官学院警察体育实战教学部的一名专职教官。一个转移，迅速跟步，警察别动。我觉得教官整个团队就是一个不停的脑袋筋，
然后不停的这样一个滚动的过程，不留一手，不找借口，把他们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们，让我们少走弯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的地方去做攀岩。要走出一个框架，不能是死板的，一定是实战要什么我们去什么。既然站在这个讲台上被人喊一声教官，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身份或者说一个很牛的称谓，这对于我们就是，就我教学的这个警务实战科目而言，我觉得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让你的教学对象通过学习能够安全的回家。我希望他们永远也不要用到我在课堂上教授他们的东西，永远不要用到。